第三个介词表示时间，可能同学们分不清，咱们一分钟把它搞定啊。首先是 at， 记住啊，同学们，它跟的是时间点儿。一切表达的核心就是时间点儿啊。来感受，我通常七点起床 ，I usually get up at 7 o'clock， 时间点儿，看见没，同学们？再看，舞会在日落时结束。什么是日落时？日落时咱们也是看作是一个时间点的。The dance ends at sunset. At sunset 就在日落时，日落的那个时间点。那么包括在子夜、在日出、在正午，都是用 at， 强调是那个中心点。感受一下啊。而 in 的话，往往跟的是个时间段。in 是里头吗？你没时间段，它得乘下 in 呢、啊。好，来感受啊。我更喜欢早晨、早上喝咖啡，是不是？6到7点到12点之间，是不是 ？I prefer coffee in the morning. In the morning， 想想 morning 是什么时候？我会在十月中旬回来。中旬就是11号，是吧？10号到12号到20号之间，大概是吧。In the middle of October, I'll be back， 是吧？在这个月的当中，在里头。那么 on 跟的是时间的一天，见天才下啊，同学们，在元旦那天我遇见他。怎么说 ？On New Year's Day, I met her， 是不是？元旦那天见天才用 on。今天我将和汤姆去动物园。On Sunday, I'll go to the zoo with Tom。至此，同学们，你能不能记住呀？学费同学请打200。